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实作上呢，我们有哪些选项可以选。那针对我们刚刚那些问题呢，在选这些选项的时候，我们大概又要考量什么样的 trade-off， 那他们之间有哪些优点跟缺点。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是否要把一个 table 里面所有的 raker 呢，都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好，那像这种问题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将一个 table 里面的所有 raker 都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的话呢，那我们就叫这个档案呢 homogeneous， 也就是说它里面放的呢都是同一个 table 里面的 raker， 所以它是一个同值的档案。那另外一种就是 file 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将不同的 table 的资料呢放在同一个 file 里面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叫这种 file 叫 heterogeneous， 也就是说它里面放的是不同值的这个 raker。那通常呢，第一种这种 homogeneous 的 file 呢，在做 single table query 的时候，就会比较好会去回答它，那做的速度上也会比较快。那下面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那基本上呢，我们这边给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从这个 student 跟这个 departments 的这两个 table 里面呢，去 select 一个 student 的名称，他的名字。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去检查说，我们只选出这个 department 呢跟这个他的学生的 major ID 是一样的这个条件。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再给另外一个条件，例如说我们想要看哪一个 department 的这个学生，对，然后这个时候也只会去判断说 department 的 ID 跟这个学生选修的这个 ID 是一样的时候才会选出来。所以在 homogeneous file 上的来说，我们的资料可能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们会有两个 file， 一个是放这个 departments 的 table 的资料，那另外一个 file 呢是放这个 students 这个 table 的资料。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在这个 file 里面呢，每一格呢放的刚好就是一个 raker 这样子，所以像这边这就是一个 department raker， 然后是第二条 raker， 这第三条 raker。那像下面这种啊，下面这个 student 的这个 file 的话，里面则是放着一个 student raker 这样子。例如说，我今天可能想要看的是 Mass 这个系所里面的学生，那他就会去比对说，这个例如说系所他的 ID 可能是10，那他就去找说学生里面谁的 Major ID 是10的，然后就把它选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在去 access 这个去 answer 这个 query 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 access 三个 block， 就是我们要看这两个 file， 然后去分别 access 里面三个 block 的资料。那就要做三次的 I/O 这样子。那如果我今天呢，不要使用刚刚那种白法，我们使用就是 heterogeneous 的白法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预先呢，根据我们这个 DID 去 cluster 我们的这些学生跟 department 的资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 department ID 相同的这些学生呢，跟他的对应的 department 资料放在一起的话，就像这样。像这样子，我们把例如说 DID 等于10的资料呢，都放在同一个连续空间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 answer 这种 query 的时候，我们就只需要做一次 block access 就好了。各位可以看到前面这边就是要做三次，因为我要读这三个 block 出来。但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只要做一次就好了。那这样我们的 I/O 的次数就从三次变成一次，那读取的话速度也会 快很多这样。那这就是我们使用 heterogeneous 的好处。那一般来说，我可能会觉得就是 homogeneous 管理会比较方便，像我们可以一个萝卜就一个坑这样，一个 file 就是代表一个 table。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在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使用 heterogeneous 的管理方式的话，就会有它的好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就是呢 heterogeneous 的 file 呢，它大概有哪些优缺点？那优点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可以看到那样子，如果我们预先可以知道说我们要 answer 什么样的 query。那我们在摆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量让常常会容易被一起被 access 的这些资料放在同一个 file 的 block 的空间上。